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事迹被国人传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他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在董存瑞牺牲后，他的妻子对他的家人不离不弃，尽孝三年。那么董存瑞的家人后来过得怎么样呢？在视频开始之前，请各位看官点点关注，谢谢。董存瑞出生在1929年的河北张家口，那个年代国内军阀割据，形势动荡不堪，再加上农户家庭生活拮据，董存瑞自小就不再上学，而是帮助家里干农活。在董存瑞八岁的那一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打响，日军随即攻陷了他的家乡南山堡村，并派了一群伪军管理这里。本就生活贫苦的村民们在伪军来到这里之后，整日受到伪军的剥削与压迫，就连村里的青壮年都被抓去做苦力，生活上更是雪上加霜。而这些都被年纪小小的董存瑞看在眼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在董存瑞13岁的那一年，一名叫王平的共产党员来到了南山堡村开展工作，可惜被日军发现，王平慌忙之下跑进了董存瑞的家中。董存瑞第一次碰见这种场面，可是年纪上小的他却没有惊慌，而是急忙指引王平藏到了自己后院里面。后来日军沿着踪迹搜查到了董存瑞的家中，并且还用枪顶着他的脑袋质问有没有看见王平。董存瑞淡定自若，竟轻松将日军骗过，王平也幸免于难。通过这件事情，董存瑞也通过王平了解到了共产党是一个为民为国的好政党，这也催生了他加入共产党的决心。不过虽然这次因为董存瑞的机智让王平逃过一劫，但在后来他还是因为叛徒的出卖牺牲了。这件事情也让董存瑞第一次清晰认识战争的残酷，同时他也对王平不怕牺牲的精神心生敬畏，将他当作榜样，并在1945年加入了当地的抗日自卫队，几个月之后又毅然地加入了八路军。在董存瑞参军之后，虽然日军很快就投降了，但是解放战争却爆发了，国内形势依旧严峻，而董存瑞逐渐成长为一名班长，并多次在战斗中获取战功。直到1948年辽沈战役即将打响，董存瑞所在的部队接到指令要攻打河北隆化，而董存瑞所在的六连则是要攻下隆化中学。1948年5月25日六连大举进攻隆化中学，而董存瑞所在的爆破组在战友的掩护下炸毁了多个碉堡，保证了部队的前进速度。但是好景不长，敌人一座隐藏在桥梁里的暗堡大大的阻碍了部队的前进速度，众多战士在暗堡的机枪扫射下失去了生命，这也让部队的进攻陷入困境。在这个时候，董存瑞知道时间拖不得，另一边的兄弟部队已经攻进隆化，急需他们配合，所以董存瑞毅然决然拿起炸药包，孤身前往暗堡。董存瑞凭借自身丰富的爆破经验，再加上战友的火力掩护，成功的来到了暗堡下边。可因为他是隐藏在桥里边，桥身上没有任何可以放置炸药包的地方，董存瑞竟直接拿起炸药包抵在桥梁底下，拉开导火索，并大声叫战友们趴下。随着一声爆炸，暗堡被炸毁，可董存瑞也就此牺牲了。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解放的道路，这场战斗解放军最后大获全胜，而董存瑞的英雄事迹被广泛流传，这个年仅19岁的少年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而远在家乡心系董存瑞的亲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既悲痛又为董存瑞感到骄傲。在这之后，他们又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董存瑞牺牲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家中，董存瑞的妻子和父母听闻之后非常伤心，妻子卢长岭和董存瑞成婚才不过几年，再加上在成婚之后董存瑞参加了八路军，两人之间更是过着聚少离多的夫妻生活。上一次相见还是1947年底董存瑞跟随部队打龙关的时候，可谁能想到那时候的见面竟是两人之间的永别。而卢长岭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悲痛之后，也终于想清楚了，自己的丈夫是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大英雄，自己作为妻子更要将家中二老照顾好。于是卢长岭下定决心，此后的家务活他都抢着干，二老的生活起居他也照料得井井有条，没有丝毫怨言。而董存瑞的父母看到如此知情达理的儿媳，心中既欣慰又愧疚，卢长岭只有20多岁，不该继续守寡了。于是二老决定让卢长岭改嫁，再找一个好人家，但卢长岭依然决然地拒绝了，因为他早就下定决心要照顾二老一辈子。但二老知道卢长岭大好年华，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于是不断地劝说卢长岭，终于架不住劝说的卢长岭同意了改嫁。即便在改嫁之后成为了其他人的儿媳，卢长岭依旧牵挂着董存瑞的父母，依旧经常回来照顾二老。然而关心董存瑞父母生活的不仅是卢长岭，还有董存瑞部队的政委陈仁奇。在董存瑞牺牲之后，他坚持宣传董存瑞的英雄事迹，才让国人知道这个19岁的民族英雄。在1958年他还来到董存瑞家里看望他的父母，
平日里也会和二老保持书信来往，并帮助二老改善生活。董存瑞还有一个妹妹董存梅，学习成绩很好，对此陈仁奇也是一直保持对他的资助，一直帮助他读完大学。所以在陈仁奇的帮助下，董存瑞一家的生活也一直过得不错，双方形成了深厚的感情。甚至当陈仁奇临终的时候，还告诉自己的子女一定要让董家的儿女来参加他的追悼会，这样他才安心。可以看得出来，董存瑞一家人受到了尊敬。事实上，他们作为英雄家属也一直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但是在最近几年遭遇了一些风波。董存瑞的英雄事迹在他牺牲之后受到了高度宣传，甚至还被写进了中小学教材。原本以为这是一段人人赞叹的历史往事，却在2006年的时候遭受了质疑。2006年，一篇名为《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作者认为董存瑞手持炸药包炸碉堡的场景并没有人看见，而董存瑞的壮举也只是大家通过战后的细节推断出来的，本身就存在疑点，更何况在董存瑞牺牲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追认为烈士，这个更让人觉得董存瑞的事迹是人为杜撰的。这篇文章发布之后，质疑声铺天盖地地向他的亲人袭来。为了维护哥哥的名誉，当时已经70岁的董存梅是要为哥哥找回公道。于是董存梅将这篇文章的杂志社、大众电影以及电视台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公开向大众赔偿道歉。而大众电影侮辱董存瑞名誉的行为也很快就被董存瑞生前待过的部队以及战友们知道，他们先是在部队里组织了大规模的学习董存瑞精神的活动，而后又参观董存瑞纪念馆。他尚在的战友们则是拖着年近上百的身躯来到大众面前，为大家讲述董存瑞的英雄事迹，证明董存瑞炸碉堡的事件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其中曾经担任过董存瑞烈士陵园资料主任的楚主任也是站出来为董存瑞发声。他整理烈士资料40多年，见过与董存瑞接触过的上千人，根据他的资料总结，董存瑞的壮举绝对是事实。在这么多支持的声音下，董存梅感动不已，同时这也更坚定了他要为哥哥讨回公道的决心。2007年，关于董存瑞名誉受到侵犯一案正式开庭，最终结果又会如何？在法庭上，董存梅和董存瑞的战友们慷慨陈词，为大家讲述董存瑞生前事迹的一点一滴，讲到动情之处时甚至会声泪俱下。对此大众电影等被告方却是哑口无言。终于在2009年，双方达成和解，大众电影向董存梅一家赔偿3.5万元，并在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董存瑞的文章，讲述其英雄事迹。所以董存梅维护哥哥名誉的事情最后圆满落幕。而董存梅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坦然说道，他不会在乎被告会赔偿多少钱，而是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向哥哥道歉。正是因为有董存梅这样的亲人在，董存瑞的事迹才会被完整的流传下来，让后辈学习他的精神。而董存梅自身也传承着哥哥的精神，将自己的儿子艾东培养成了一名人民警察，在疫情期间尽职尽责，为了人民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让人肃然起敬。他和董存瑞一样都是人民的英雄，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人在，我们的祖国才会愈加繁荣昌盛，他们的事迹也将永远被人们铭记。